先注意猫与国小有严谨的校规，请聚会留意，要是违反将会进行退学或劳服。谢谢。招会协助解散。完了，迟到了，必须快点走。刚才如果违反迟到，违反校规，将进行劳务，总想肇事逃逸。先生，违反校规，打架，将记小过一个。呵呵，我还是休想再冒昧进人，别再惹事啊！我已经向你都惊炸小猫，我已经被霸凌很久了。呵呵，训导组果然是最好的。好啊，快点跟退去吧，林高才。